大家好，我是星际神水训练李家国地产代理李小姐 Fiona。 今天我和大家看训练马会道的283号的别墅翠林。翠林有恒基发展， total 有16间屋，交通便利，面近港铁的训练站。现在我们来到间屋，见到间屋呢非常之豪华，它除了摆设是非常的广告之外，用料都非常之名贵的。业主声称这个单位是请了设计师去设计，装修费用total花了600多万去装修的。我们看到个客房厅，客房厅旁边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，即是用料真的非常之靓。这个是客池，下池旁边是一个杂物房。现在我们来到后花园，见到后花园都铺了砖，还有引了一些锦鲤，做了一个大的鱼池。来到花园的另一边，另一边同样都是扎过装修铺了砖的。还有种了很多花草树木，这个花园都比较大的。就由花园回到这个客厅，我们现在上去一楼。一楼是两间房，这一间是男仔房，所以用料呢比较中性啲。这个是陶瓷，佢陶瓷都好广告，有两个洗手盆，同埋一个按摩浴缸。由头房出去呢是一个平台花园，周围都是花草树木，非常之不错啊！这个单位景观非常之吸引。现在来到女仔房，女仔房的摆设呢都比较柔和一点，即是适合任何年龄的女士。现在我们用一楼来到二楼，二楼都是两房两池，一个偏殿去设计的，这个是其中一间房。这间房的楼地都超高的，还有空间都非常之阔落，豪宅真是豪宅。再来到另外一间房，这个是其中一个厕所。看完这个单位，大家是不是都想要用呢？真是很漂亮。如果有任何查询了解，欢迎致电给我，我电话是6680286，我是李小姐，拜拜。